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贾玉没有一个想成为的标杆的人物画像，就是我想成为谁，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因为从你身上看到了很多的这种忧郁，你开始就强调你的身体不好，因为我觉得性格是决定了你以后做事的品质。那你要展示出来是一种坚韧不拔，还是这种热爱运动，就是你身上没有这个非常明确的烙印，让别人一下就记住你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刚才也是天意提醒了我。好的。你来录制之前，你最近在忙什么？也是在教课。教课？对。一直在教。对。啊，我看你的资料里边，我发现了一个细节，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注意，你是不是从过年开始就到现在就没休息过？是的。多长时间了？算过吗？两年。确实也不知道。是的。